好，我们四位往右边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看右边，现在最红的偶像团体，我们回到中间，我们再回到中间，然后我们在鼓拍中间。好，我们到左边，我们看一下左边。好，要补拍的吗？好，补拍的最后几张，我们等会儿还有时间，我们会再让我们的盛大哥呢再补拍。我们现在把麦克风给我们的四位，我们的 special， 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可以到。S 哥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pecial。好，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Super MOD 的这个 app， 非常高兴。那我知道要你们非常非常忙，我知道每一个人呢，除了是参加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恩，然后我最近在忙着拍戏，在内地就拍古装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头就是剃掉， oh. 对，拍了轻装剧。哎，其实我想到在内地拍，有时候大家也知道，不要说在内地啦，在台湾，在世界各地拍戏，拍戏其实花很多很多时间啊，对，说不定只是拍一个 cut， 对不对？你说不定等了一整天，他们打光，等那个时间搞了四五个钟头，说不定只拍一个钟头或者十分钟，等待的时间真的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所以等待的时间都在干嘛呢？我都在看剧。所以这个有这样子一个 app 真的非常非常方便，方便，因为喜欢看剧的或者是看电影都可以，真的真的真的。OK，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方便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宏。那我十月份的时候刚工作完回台湾，那之后会在台湾拍戏，这样也在拍戏。对对 对。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拍戏，我们有讲到说拍戏很辛苦，有时候是半夜拍，对夜戏，有时候是凌晨三点，有时候早上八点，有时候是中午两点钟，下午两点钟，其实随时可以选剧，可以选电影，这样看应该是非常非常方便。对，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方便，就是无论你在各处，你在哪里，都可以直接的连线，然后让你去看你想要所选的戏剧，这样。哦 ，OK， 所以自己喜欢看什么样的呢？哦，我喜欢看电影。看电影，对 ，OK， 一个小时多。所以在拍电影的时候看电影，对，是不是？在吸收一些知识啊，一些。哎，这也是讲到，就是跟我们导演一样，其实在做功课。对啊，随时在做功课。因为你现在要拍的这个角色，说不定是一个警察，那你可以马上看一些不同的剧，对不对？不同的电影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伟静，然后我最近刚跟子宏拍完一部戏，然后回到台湾，有。然后回到台湾之后，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些校园的演唱会会。哦，对 ，OK。所以其实我们在 content 上面，在我们的 APP 里面，不只只是一些电影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说影集，有我们的韩剧。接下来最后一位，哦，你上去一点，哇，还好吗？对，没事没事。大家好，这段重播直接敲那边，这个一定会的，今天晚上的新闻会，啪啪哦，啪啪哦，啪啪旁边那个叫啪啪啪啪，做成那个一个剪剪，太剪剪，不不不，很尴尬。大家好，我是丰田。我最近有主持的工作，还有团体的那个上演。不多少呀，你抢镜头很厉害耶，直接敲自己，真的吗？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吗？好，那就讲到我们现在有这样子，我们一个 Super MOD 的这个 App。那你自己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刚刚有问到大概的，喜欢看什么样的频道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？每个人。来讲一下，我是伟通，我比较喜欢看节目，因为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放松的时候，所以休闲，对，休闲，我就喜欢看一些节目啊，让自己就是笑一笑，休息一下。哦 ，OK， 所以说不定是在排队的时候买一个咖啡可以看一下，无时无刻都可以看，对对都可以，对对对。好，除了一些电视节目，还有呢？我喜欢看卡通类型，像是火影忍者啊什么的，都很喜欢看，喜欢看卡通，动漫。这个就很方便，对对对对对，最新的立刻就要看的。OK， 最喜欢看卡通，还有呢？没有人喜欢看运动吗？有啊，艺人啊，他今天用这个造型，对，运动风格，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运动是最适合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，对，因为你知道运动它是 live， 它不等你的，对，剧有时候你还可以停下来。我要去一个洗手间，我要吃一个东西，但是运动 live， 因为现在有怎么讲就乱看。
乱看，什么都看，什么都可以看，什么都看，什么都可以看，中文不好，所以我觉得 no 很好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其实也是就是乱看嘛，乱这个端乱点，乱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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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有东西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不一定要逼自己看韩剧或日剧，在选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也不错。有一些不同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，Special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帮马台湾的麦克风，有没有要补拍的？我刚刚知道有些摄影大哥要补拍的，我们最后一个机会，让我们的 Special 再补拍几张，我们出去摆一些 pose， 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看中间。好，到右手边。还有左手边，好，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的 Special， 我们非常谢谢 Special， 我们让他们从右边，我们去休息，等会儿还有联访。